手动的一个个去验证。但是对我们像上一个视频里边我们批量获取了这种成百上千的这样的 email 呢，你手动去验证的话，这工作量太大了。那么你可以借助呢一些相关的工具啊，去对它进行批量的一个验证，是吧？进行批量的验证。那么因为我们这种泛开发，就是泛开发的这个过程当中，尽量能够借助一些这种好用的工具去节省我们的时间，是吧？因为客户的质量呢相对来说并不是说那么的好，是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一定要把时间呢把它这个节省下来。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一款这个非常好用的这么一个去过滤和筛选这个有效邮箱这么一个软件，帮助你呢把好的邮箱过滤出来，不好的邮箱剔除掉，那么去后面去提升你的发件这个怎么说一个成功率。那么这个一会儿我来演示这个软件的一个使用方法。如果你觉得这个软件对你有用呢，你可以关注我的这个博客www.ddymao.com 有一个下载的专栏。那么像这样的这个软件呢，都在下载地址都在那个里边。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看这个软件的具体的一个使用情况。拿到这个软件以后呢，你首先进行安装，这个是安装程序。这样的软件还是一个问题啊，也就是说360会提示啊，这个它有问题，这个没有关系，你允许程序所有的操作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安装结束以后呢，有一步工作你要做啊。那么你把这个 FEV 这个文件，你把它复制到你的这个安装的目录里边。啊，你把它复制到这个安装目录里边去，它会让你替换，那么你替换就可以了。OK， 那么这样就安装结束了。然后我们进入这个软件。OK， 这是我之前的一个清洗的一个记录啊，我先把它清空掉。这个软件进来以后啊，你看到它这个界面里面这个按钮很多，你看觉得可能会觉得有点发懵啊。这个我说一下啊，还是以前那个思路，这样的软件你没有必要去了解它全部的一个功能，你只需要知道你自己要解决这个问题在这里边怎么去操作就可以了。所以我今天给你演示呢，也就是演示你怎么把一个要过滤的一个邮件的一个列表导入进去，然后过滤，然后把好的邮件导出来，我们就演示这个步骤就可以了啊。至于它其中提供了很多很多这样的功能，我们就不用去管它了，因为太复杂了，有很多也没有用，你用不上。那么首先我们首先你要准备好这个要过滤的这个邮件列表，一般来说呢，你用这个 Excel 准备好就可以了。这里我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啊，这里准备了有500个 email 地址，你一行一个啊，一行一个把它准备好就可以了。然后到了这个软件里边以后呢，你选择这里有个 import， 看见没？我把它放大给你看一下啊。这里有个 import， 你点击这个按钮就可以了，就可以把这个你的邮件列表导入进来。那么里边呢，选择这个 Excel。这个里边它让你选择一个已经存在的列表或者新建一个列表，那么你就新建一个列表吧，新建一个 list， 就随便写一个吧，验证 next， 然后这个地方你不用管它，你点下一步。 OK， 这个时候它就开始进行导入了啊，这个地方是导入的一个进度。
OK， 导入结束了。那么这样要验证的这一批邮箱就已经导入到这个里边去了。那么下面一步我们要做的就是对它进行这个验证和过滤，那也非常简单，你点这儿的 start 就可以了啊，直接点 start。OK， 这里有一个 start 的按钮，你点击这个按钮就可以了。那我们开始。OK， 它这个时候就开始进行过滤了。这个地方我们说明一下，它这个地方你看这个数字啊，这个数字里边这有个 good 和 bad， good 的意思就是说这个 email 是好用的，你是可以发送过去的， bad 就是说这个邮箱地址呢并不是太好用。你会很奇怪为什么这个 bad 的数量比 good 多，就是多那么多。那么这里边呢，因为它设置这个条件比较这个严格，也就是说，稍稍他觉得这个邮箱有问题的话呢，他就会把这个邮箱把它排除掉。我觉得这个呢，这个对你来发邮件是有好处的啊。一会儿这个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一会儿再说，这里我们先把这个流程把它先走完。总体来说，这个软件过滤的速度还是可以的。你看500个邮件现在已经过滤了300多个了。这个地方大家耐心的看一下，我们先把这500个邮件先把它过滤完，然后再讲后面内容。现在已经一共498个，现在已经完成了493了。它最后这几个一般来说啊，它的速度相对要慢一些。有时候如果你这个觉得等的这个很心烦的话，你这个可以不管它，你可以提前把它这个点这个 stop 也可以啊，因为它有时候最后一两个确实它速度会比较慢，这里边具体原因不清楚啊，可能这个邮箱这个本身有什么问题啊，所以它验证的速度非常慢。OK， 那么现在验证结束了，结束以后呢，我们把这个窗口关掉。那么我们来进行下一步的操作。现在呢，这个它里边已经区分开了，也就说哪些邮箱是好的，哪些邮箱是不好用的。比如说这种是 OK 的这种，那么就属于是好用的。那这样，我先告诉你如何把这些好用的邮箱把它抽取出来。你点击这里的这个Extract 啊，点击这个按钮，我放大给你看一下啊，你点击这个按钮，选择 Good， 啊，选择 Good， 因为你选择 Bad 没有意义嘛，对不对？那么你选择就是好用的这批邮箱。那么选择这个 good 以后呢，你可以新建一个这个 list， 我们就输入 good 吧。OK， 那么这里有247个，247个联系列表，这是好用的，把它抽取出来，差不多的一半吧，50%吧。然后我们要把这个
好用的这一部分 email 地址呢，把它提取出来。那么你看这里有一个 export 这么一个按钮，你点击这个，那么一样你可以另存为 Excel 或者 TXT 都可以啊。那我就存为 Excel 吧。OK， 那么它提取完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提取的情况啊，这是刚才提取出来的。这个 email 地址在第二列啊，在这个地方。这个如果你觉得乱的话呢，那么你可以点击这个自动换行。你取消这个自动换行以后呢，那么 OK， 那么这个就是导出的一个情况了。那么这样你就把这个你搜索出来的客户里边进行了第一次一个过滤，把好用的导出来，把不好用的排除掉了，这样就可以提高你后期发邮件的一个效果。然后我们可以回到这个软件里面啊，我简单可以给大家讲一讲。你看这个状态里边，就是他会介绍为什么这个邮件你发送出去以后是失败的。它这里边有很多种啊，你比如说这个 timeout， 这个就是说你连接它的时间呢太长了，没有连接上，这个是域名不存在啊，这写的非常清楚，或者你 DNS 错了。而这个呢，这个 spam 是垃圾嘛，就是垃圾邮件过滤嘛。那么也就是说，你这个被垃圾邮件过滤掉了。这个我放大给大家看吧。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是时间超出了，域名不存在。啊，你这个被你像这些都是被垃圾邮件的规则给它驳回来了。那么这个就直接拒收了，他这个不收你的。那也是因为这个，你看这后面有这个，你看这后面有这个 SMTP 这个服务器，它给出了一个啊，你看它在这个服务器里边也是被这个垃圾邮件的这个什么，也就是说你这个发送测试，他认为你这个发送方式有可能是垃圾邮件啊，这个是 mailbox 不存在，这种属于。Unknown error， 这个就是不知道是什么错误。基本上吧，它这个就是这个邮件你发送不成功的话，差不多都是这几种情况。那么这里边具体的，我先稍稍说一下关于这个垃圾邮件过滤这个问题的话呢，它的这个规则。啊，这个垃圾邮件过滤的规则很多，这个绝不仅仅是现在互联网上流行一种说法，我觉得很不负责任，就是说是因为你是中国的 IP 啊，所以说呢给你过滤掉了，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是这个不是主要的原因，或者也不可能是唯一的原因啊，这个大家一定要这个要搞明白啊，你不要因为觉得哎我好像是不是因为我是中国的 IP 发的邮件，哎我就被拒收了，那我是不是要换到国外的 IP 去发就可以收到，这个肯定不是的。那么过几天这个我昨天提到过这个事情，过几天我会给你演示一次去年广交会就是这个秋季广交会后我发送一批这个客户邮件的情况，我就是在中国发的，都是中国的 IP， 那么发了有欧洲的客人有美国的客人，那么都能打开，所以跟这个 IP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啊，或者说，准确说 ，IP 不是决定是否是垃圾邮件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标准，所以这个顾虑啊，你可以完全把它排除掉。那么给大家在最后回顾一下这个软件的使用啊，它的一个基本功能。
那么第一步呢，你通过点这个 import， 把你要这个过滤的邮件列表导入进去，然后点这个 start 进行这个过滤。过滤结束以后呢，你通过点这个里边的 good， 通过把好的邮件提取出来，最后点击这个 export， 啊，这四个步骤做完以后，那么这个工作就结束了。OK， 我把这个标一下号吧，把顺序标一下号吧，一二三四，啊，简单说就是这四步。其他的设置呢，你不用去管它啊。这里边的设置有很多，因为它开发软件嘛，它肯定希望做的比较完善嘛。但对于我们来说，你用你这个对你来说最有用的这个环节就可以了。好，那么这个软件的这个使用呢，我们就简单跟大家演示这么多。那么呢，如果说你觉得这个软件对你的工作能够有所帮助的话呢，还是像刚开始我们说的，你可以到我的博客上面去这个获取相关的一个这个下载地址。好，那么有关这个客户的 email 过滤啊，我们就简单分享这么多，希望呢能够对你有所帮助。感谢你的收看，我们后面的视频再见。